来萨尔亚首都贝格莱德短期放假的国内外旅行者，在贝格莱德附近能享受真实的农村田园。在佐尔尼奇家的民族家庭里，仍有好像离城市远几百公里的感觉，仍能经历茂盛自然的所美丽。在这茂色农村房子里，能发现不同寻常的舒适和安乐。家住的好客本人就将表现美食也是萨尔亚遗产的一部分。佐尔尼奇家是属于贝格莱德社区的最早登记注册的农村旅行家庭。这个民族家庭位于离贝格莱德市市中心远30公里的巴拉耶沃郊区巴切瓦茨农村。当地农民被称为是好客和努力的人。据记录说，1721年成立的农村的最早本地人是萨尔亚南部西眼尼车社的外来户。佐尔尼奇家里的人从那边也来过。其后代兄弟埃勒维瑟和戴尼斯在近十年之前敢于走上旅行之路。兄弟首先打算了养牲畜，买了一个公的农场，之后就想到了开民族家，在面积为3公顷的财产有过了马厩、谷仓和手装修的老房子。目前列入民族家庭内容所有新的东西是该地区原本的东西。去年底建造了公寓房间，旅行者这里能过夜或来房家。按计划还要开完全包括盐房、森纳、土耳其鱼和鱼池。除了水按摩以外，个人也能享受人工按摩或健身中心里的娱乐。装修100年老的房子是家主特别关心了保留真诚的建筑和生活方法，像以前一样地下库用固定的温度，为保存葡萄酒用。佐尔尼奇家的酒卡很有名，它包含60种类国内白酒和珍贵分类的47种葡萄酒。从外来的酒这里就找不到，只有那些国产的酒。在财产载重大约800种植物和林木，用老式的栏杆分开了儿童能骑的小马这个部分。在小的动物园里能看到獐子、天鹅、孔雀、狼和狐狸，各种各样的野鸡和鸭。周围都是栏杆，地方很安全，特别的注意居给动物园的卫生。佐尔尼奇家打算把这个地方变成整年都有意思的家庭。外国人从夏天来，他们一般主动来，朋友和亲戚也把他们带到这里。萨尔亚侨民、外国大使馆里打工的人这里来，从不久以前来也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猎人的法国人也到这里来，但是真实的意外之感是看来自哥斯达黎加和古巴的客人。克罗地亚人兴高采烈极了，他们群众来每一次说将再来。天气好时，客人能去花园享受美食特产及叫做巴切瓦茨之桌的丰富餐桌。无论天气如何，客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吃在财产内真正的老式面包房里做的烤饼，各种各样的油酥点心和里面有干栗子的点心。作为对佐尔尼奇家里逗留的纪念，旅行者很喜欢买纪念品，提供很丰富。简而言之，家主搞死了一切，不停动把提供补起来。据埃勒维瑟·佐尔尼奇说，为这里几天逗留的客人就想到了几个不幸游览，包括到第一次萨尔亚起义的参加者有名的圣小和户的游览。1805年，这里也进行了第一次人民大会，而成立了萨尔亚最早的执行机关。从佐尔尼奇家园6公里的乌拉尼奇农村有主持你19世纪初的木质教堂，其的画像和雕刻很有名。同时也安排到科瑟马伊山塞勒族寺
疗养地和特莱西亚修道院的由来。在跻身为主圣女十三世纪而且三百年以后，根据土耳其规则，以自己财产算为别格莱德地区最丰富的修道院的这个修道院，七月七日组织进行首次日，九月这里进行萨瑞亚姆蒂加的比赛。